是说这里啊，这些器材挺贵的，力气用高了。最近忙吗？还行吧。坐下。你们到这儿了。哎，这边。这边好了。对，就是感觉是你们熟悉。不大。感觉好多了。我不会给他进超过气力。你罚我哎。哎哎，等，他罚我，他会受伤。不会受伤。他会受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哥们儿，你不会受伤吗？这么娇气。哇。啊？他们那边有一个联赛。开了一个联赛，叫东部联赛，然后他们已经开了好多赛季了。做客户，我不知道他们那边还要不要一个。你是进了，我跟你讲。他们那边有裁判，有积分的，室内的，定的学校的，室内室内的。然后每个礼拜基本上都有，也是周六。哎，防守防守上去，上去上去。然后。不过那个是大家自己买队服，然后交一下一块裁判费，一个人掏200块钱。你们大家，主要是时间冲突，好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就问问你们。你们有参加吧？我有参加，我有去跟他们练。他们一队一队没什么。那他们你一队会几个人吗？一个人一队最多15个。他们定了这个。好了，这个我给他去。报！哥，我刚吃完火锅嘛，挺慌，衣服都忘记拿了，我。这个行了。一会儿检查就走。我找不到场控啊，兄弟。哇，你这个是跳投哎！外面外面，手弯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等。换人。没有，换你的头。哈哈哈！你等很久了，对。没有。哎，哥，帮我放。往下压。来，出来，他放空我哎。拉开！我拉出给你了，全部他妈吃了。漂亮！全部拉出你打了。没有人了，单一是吧？可以。你俩分开。来，倒就照样的。哦 ，nice！ 吓了一跳。挨爆！小乐自己射了，什么鬼啊？那你太空了，什么鬼啊？好的。啊，开拉开，往那跑，往那跑。快！放位。哎，操他妈的，绕外面，绕这边，这边都不给我。那你就出去吧。来，给你。你俩分开，你俩别跑一块去了。哎，啥？
你往外面跑，你别在里面抢。Jason 过了一个年 ，James 也过了一个年。你要像 Jason 一样坚持投我的。这边大家打的还挺凶的。啊？打的还挺凶的，不像之前老的。这边比较有活力。上次在另一个地方，你们放的都是烟雾弹，原来。打得比较凶，然后保护一下就跑了。都是熟人，还。对。啊！不会有什么坏动作。就光雨伞了，不怕了。他变伞了，可以。拉着，拉着，就是。我看到了，这球。给泰克，给泰克拉开。打打打打！慢慢射，慢慢射。报告。安哥又走错了方向了。到到，这个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，不要动。哎呀，放放放放放。顶他转身，顶他转身，不要动。
好，是对，是对。
到了。行，不要生气啊，Ben。没有第二次。